那又不一样的，两首不一样的。两首不一样。对，两首不一样。第一首是你唱的那首。我是一片云。哦，我是一片云。好，我因为有云就要有山啊，所以我不用一千块吧，随便换座山。老师说这个家族人一千，哦，他那个是一千，哇，族人呢，还要搞搞搞，有啦，有啦，哎，这家族人哎，真好看哦，哎呀，这么狂，还有几千块给。还是真够无问题啊！还是真够正常，还袂一万块啊？一万。你不要花个一万买一个菜。还袂一万块啊？真够硬的。老师，不要打伤。就是几千块提袂出来，太麻烦了。哦，安尼啊，一万块无问题啦，一千块提袂出来。志雄大哥，给他抢来，马上，马上扫码付款。一万块，一万块，一万块，一万块。老师要义卖的。对，美其名是义卖。这样你再买一买，明天就不用去了，礼拜六就不用去。老师，你货准备这么少？我，哎、欸，我不能全部都拿来。哦，好好，我也带不来，我也带不来，因为很多是那个卡纸的那个纸板，你可以卖啦。这个山边的细节还是要做出来的。好，我刚刚就是说这边哈，也要让它有一个厚度。然后这个边缘呢？如果我们要打算要接续下去，我就要用这个很破的笔触，有没有？把它刷开，然后趁现在笔很干，我就往淡的地方刷。然后这个是两座山啊，哦，这座山头如果要分成两座山的话，这座山头还要增加，还要再黑一点点。哦，像这个空很空的地方。你就要刷下来，好，这样刷下来。那你刷的时候呢，你的笔触，你的用笔哦，是可以去转动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我一直在转笔。全部都是云，所以有一些山头会冒出来，有没有？哦，也可以分成两层，云带从这边穿过去的时候，好，目前的话这样好，哦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把它燃起来了。好，换你们画了，我画一栋，你们画一栋。对。现在染，好，先把这个山哈的暗面先染起来。好，这个其实我都讲过了啦。那你们就是要很干。第一次画的时候哈还不熟悉，我们就是先把它。用干底先去刷出来，又干又淡这样子，然后再慢慢加。那来到这里的时候，这两层怎么做？你可以先做这一层的暗面，然后呢再用淡墨把上下都刷下来。因为云带从这边刷过去，它一定是很薄。
啊，你看我都用干笔去刷，然后要刷出有那个飞白的效果。我先做这一层，哦，然后你们真的就是先去画，先把这层做起来，我们再往下画呢，好不好？啊，不用花太多时间了。你看，这是第一层，我们先把第一层的这个，你看这边会比较具象，然后上面的话。一笔一笔去刷开，你看我们笔触都很小，哦，这边还有看到一些这个轮廓，水的轮廓线有没有？然后来到这里的时候几乎已经淡掉了，哦，我们就是先第一步先把这个这种感觉，啊，做出来，从清楚到模糊，哦，然后中间还留一点点笔触的感觉，这样，然后是这朵云，好嘞哦，我很辛苦大家。好，照上传。照上传。要看这样才有办法看的话，大家都可以动看。不会吧？今天要我动笔。你先画。